各位乡亲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太搞后，我是美国洛杉矶千峰电视台 Samuel Lee。 南加州经常有很多人在电视上面发表他们对五都大选的观点，但是北加州呢，很像没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告诉他们的看法。今天我特别来到的San Jose 的台湾会馆，也算是旧金山台湾会馆，很荣幸的哈。我们这边来了好多好多前辈哈，来到我们这边，今天我们就特别有几个问题来请教他们啊，让他们来跟各位畅所欲言他们的看法啊。首先我们介绍哈，我们左手边的哈，第一位就是翁家盛乔委员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观众大家好。啊，第二位张信行医师啊，张医师你好，什么你好，观众大家好。现在是陈德辉理事长，我们南加州称为董事长哈，他这个是台湾会馆理事长。哎 ，Samuel 你好，各位乡亲大家好。第四位陈柳江医师，陈医师你好。哎 ，Samuel 你好，观众大家好。好，那这位黄家博医师，黄家博博士你好。Samuel 你好，我叫做黄家博，我足欢喜今日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换意见。啊，下一位是我们谢正宽先生，谢先生你好。你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啊，最后我们是邓基硕工程师哈，邓先生你好，李先生你好，谭先生谢，我邓基硕，真欢迎跟大家见面。好，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哈，就是五都大选哈，杨秋仙脱党参选，侨界的观点。其他来讲呢哈，因为我们这个在讲五都哈，讲不赢大话，讲不赢头家，讲不赢台湾的民主，但是呢，讲到侨界观点哈，那我们这边今天来的都是一时人选哈，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。不同的团体哈，所以他们的意见呢，可以算是相当普遍的哈。当然，这里面没有蓝营的哈，也没有红营的，那纯粹绿营的角度来看啊，杨秋兴脱党后他们的看法怎么样啊？这个是普遍的一个看法哈。首先，我们现在请看啊，这哈、我想到讲哈，两年前哈，阮家有一个立法委员叫做庄和慈，在台湾是破，本来是侨选立委，后来在台湾选。立法委员在嘉义在选，啊，伊在选的时阵，伊代表民进党，啊，有一个台联嘛来选，啊，尾仔伊就差几票，啊，就无当选，啊，即阵若绿营老总有两个人出来选的时阵吼，就可能一定对这选情拢有影响，是，咱袂当伤过乐观，是，吼，就这块。啊，你重点讲陈局哈，看会面临苦战就对，不能太乐观就对了哈，就至少拢会影响着啦，对，吼。还是邓先生哈，我是感觉真侪人对这边杨秋兴脱党出来选吼，这个代志真受气，感觉这个人忽然间是安那，才会变安尼。嗯，我伫海外遮侪党内底，就是为了台湾的前途，为了台湾的团结，台湾的未来咧打拼。啊，足希望台湾伫本岛台湾人也会团结，也会通真正努力，为了台湾的将来来投出咱心中的一票。咱这边是嘛，得决定这个选举的市县市长选举呢，而且决定台湾未将来，所以咱要先团结，袂使阁予这款变质的人来影响咱。好，变质哦，变质，变质啦！今天足严重诶吼，今天变质。来，这样对，来，好嘞，陈医师哈，伊个杨秋兴是看起来是。台湾人有台湾意识，但伊这边的脱党参选的时阵，予我真失望，因为真正是变作毋是台湾人，也毋是甚至有中国意识，为着地方的利益，看比全台湾的利益佫较重要，所以我真失望。所以伊这个风度真无好势，伊政治意识也无好势，我该无甲赞成。哦，你现在即马加一个，他有中国意识，吓。我这个还是可以值得深入讨论的哈，来，好，我们抢下来，对，好嘞，当时进来。这边对杨秋兴这个决定哦，是感觉真失望。我的失望是讲，伊既然做了八年的馆长哦，相当做相当好啊，相当有智慧。但是这个决定哦，我感觉是真唔对嘞，因为那看你大局，你全台湾的大局，这边应该大家都要尽力，爱来团结，爱来。上好，伊应该爱支持当局，啊，好，即个咱若选举会当赢一个 majority， 足大个 majority， 安尼将来才会当好做代志。啊，即个决定我是感觉伊足唔对啦，家己都对家己无好啦。我相信
对单桥影响我吼袂济啦，我还阁是真乐观，我感觉单桥还是真也真多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听到生气，也听到失望哈，还没有一个对他赞成哈，怕薄啊拢薄哈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位来。来交委，我想这是对台湾人来讲，实在是真悲哀的代志啦哈。不过咱也能看见哈，过去嘛这款的例啦哈，咱也看到柯信良也好啦哈，咱看到徐明德也好哈，大部分的人我想也是去了国民党利用去啦，叫人煽动去哈。所以咱每当看见讲因的下场啦哈，因的下场其实我想台湾人个配嘴软，安尼念啦，我想是安尼。好，好，阿金嘛哈，啊，生气、失望，阿几个是。悲哀哈，悲伤哦，今嘛有三个情绪形容词哈，我搞个阿哥无哈来，谢先生那边讲哈来。一个政治人物吼，要互肯定就是讲伊的理想甲伊的坚持是一致的，但是咱看到讲这个杨秋元伊伫副政间，就是讲伫提名以前甲提名以后，啊伫真短时间，伊要出来个参选的时阵，讲的话甲伊的立场完全无共款。所以这互人感觉讲，伊毋是一个政治家吼，啊，伊将来有台湾人少年嘛等于零，因为你无政治人物，就互人钦佩是讲啊，我坚持我的看法，我的政治主张，但是伊无徛这徛袂掉嘛，所以咱毋知伊到底是什么款的人物吼，我想这是将来伫台湾的历史上会互人笑对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，你们时间有限哈，这个问题是杨秋兴突然对 ECFA 哈采取赞成哈啊，对马英九呢有不同认识哈，今天我是跨博哈啊，我们请教我们几个神拜哈，有没有人愿意对这个发表您的看法？我吼有一个国民党的朋友听在讲啦，吼，我们是团结的国民党来对付分裂的民进党，啊，是安怎呢？我就甲讲，为什么民进党是分裂，你们是团结？这就是讲吼，恁国民党吼一定有。帮我好个人利益，出来按照个人利益，也不是团结，是拿到个人利益。啊，民进党都无让人个人利益，啊，都当然有几个 bad apple 会造出去啦，对不？啊，这都是因的 bad apple， 我袂使。有当是摕到另外一方的利益，有当就是 just bad plain bad apple。哦，是是。啊，咱也当猜测讲，可能一毛摕到对方的利益。好，张医师，来，讲。我咧想哦，这个杨秋生对这个 F 啊吼，唔知了解偌济啦。是。伊民进党的时阵讲赞成，国民党的时不讲反对。民进党的时讲赞成。我看伊无咧智慧啦。伊心内现在就是心内无台湾人，无台湾，伊心内敢有中国。现在有国民党，现在有民进党。啊，你这看法啊，这个很严重嘞。杨秋兴心中没有台湾。无台湾。哇，没有。今仔日因呾心中心内有台湾的时阵，伊袂做这代志。哦。今仔日杨秋兴做八年的馆长，啥物人该栽培？因为伊是民进党。今仔日伊初选袂过，马上违背民进党。这是足对不起民进党。对不起台湾人，对不起大部分的高雄人，所以他出来算也是不对，但是他有得到利益，这样他就完成。